来到我们2023基隆市客家童话小旅行的最后一个场次。那其实童话小旅行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希望可以带民众亲近我们的童话森林。那像我们这几年大概都办在马林坑，然后马西区域哦。那也很感谢客家艺文发展协会在这几年的一个协助，安排了不管是客家小旅行的导览路线，然后花鼓班的表演，还有各样的微型音乐会哦。那其实除了来看森林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客家团体的一个热情跟平常在课程上的一个努力哦。那欢迎大家明年在2024的时候，也可以来到基隆参加我们的客家小旅行。我们原生种哈，它是百合花哦，野百合。怎么看呢？野百合它是向阳的，头往上翘。那还有一种呢，叶脉是红色的，叶脉花的叶脉是红色的，它是我们台湾原生种铁炮百合。很特别，怎么会悬在那个我们的马林坑溪上面？然后而且它是。接近20度的往等于是左前方这样子下去的一个那个角度，好，这就是我们的煤矿的那个矿上面的话是我们的矿车，对，然后它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轻便车的一个铁道，它当初就是其实在里面的话会有我当初是有我们的那个。有讲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海煤矿的一个天车的断桥，在这个地方，这叫什么东西？车前草。车前草呢，这个是五线的哈，燕麦五线的，还有一种三线的，我曾经看到七线的，好，但是最普遍的就是这五线的。车前草也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中药，很好用，很好用。好，很好用，来，可以了哈，有，哎。关系，关系，关系，我们关系见到你，热烈欢迎你，关系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 大家都欢喜。客家小旅行，赞。主要是有贵竹跟那个刚刚大家有看到有绿竹笋，
然后现在正是我们的贵族的产地，我们看到它，好，然后它的贸易的小鸭，对，它就是神木。我们在五月二十号下来，在今天也有办一个那个种花养兰花，对，贵族省的为兰花而欢迎大家，等一下回到我们游客中心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水太多会烂掉，所以神木是它最好的养盆的一个材料哈。童话小旅行。赞！观景台，小旅行赞不赞？观景台，美不美？美！好，来！哎呦！哎，你睇下三四月、五月才通话，嘿，有通话，好有通话，有通话呢？去东区话，伊以前那个咩，你台湾来哦，咩台湾人上种哦，伊个大陆吼，中国华南地区吼传过来，而且1950年啊，日本人啊，大概诶大陆个传过来啊吼，差不多啊站站贴吼，啊差不多种到了都流通化了，流通树啊，流通树咧又分公个哦，然后妈个哦，吼一种系全部系妈个呢。就是用麦通化树啊，啊贡哎，是贡哎通化树。很家有一种吼，嘿，贡老妈穷种就袂少的哦，吼。个贡老妈穷还少的吼，当生气哦。即受粉啊，爱穿针啊，穿下台啊吼。所以呢，麦，个基本袂上个流通时哦。个贡哎呢？发不是累，就累贵，累贵累跌下来哦。发的哈，共发，跟看到天啊，全部系发，全部系共的下多。卖发你看唔是样板的，因为卖发哈，一片一片一片跌下来，佮跌下来哦，一下多天啊，多落露水，多落水，你掉下去全部勉强强啊，所以你都看唔到，睇下因哦，看唔到卖发跌下来。全部是共化，吼，就累就累共化。大家先看到吼，哦，通化安将哦，念念在丢，就爱爱心啦，就念啊。如果今日是1812年，吼，五月初七日。很爱穷世，就当你好盖路，地基是块石，两条手撕盖路。市政府，然后循环站，然后直接就到七堵铁道公园前旧火车站，然后直接来交太阳。
体验，心里面的体验，让桐花成为一种提醒，一种再连接的讯号花。明年桐花开的时候，你们就会想到我去年是来参加的小桐花，今年继续在约里面，也希望啊，继续大家明年继续带动，能够来参加这个小旅行。那我们今天如果有服务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如果我们做得好，也请大家不要吝啬给我们点建议，让我们明天办得更充实更好。我们非常感谢文化局一直来支持我们办这个活动，也非常感谢社长啊。然后我们这是我们小小心意，用我们花虎班做的这个手机袋，都自己亲手做的啊。我们是由信会班长美仪总干事美娥老师，他们带动我们全体的花虎班的这个成员来共同完成这个使命啊，也希望大家喜欢。等一下你们拿你们手上的这个名牌啊，来换一个好不好？好，祝大家平安，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